碾碎它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进行抵抗了。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我泪痕泪，梦光几浮。青苔翻一发罢休。全军出击！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一米平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又有喜，又有愁。正在充电，带的盾啊！哎，摸奖摸到！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哎，让你看。时刻准备着。二楼。哟，我的二楼，二楼。啊，他没上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绝对不要回头。他应该学的是啥？你往哪儿跑，兄弟？嘿嘿，你跑不了了，敲回来，敲回来你就跑不了了。哇，这把他损失巨大，全丢了。舒服了。哇，这好伤啊，六到两级，这么多兵全丢，炸，心态炸。给我就不想玩了，真不想玩了，这太伤了。兄弟，小心支援哦。哦，回了口血，完了，这盲僧红蓝 buff 不会要交吧？没闪，还行，看不见我。他的螳螂在，他螳螂在上路。哎，还是膨胀起来了，他有点气。还有点气，看得出来，好气的。这种情况不能跟我打了，他还是选择跟我打，好气。他得回了，洗手来，没回，螳螂来了，果然，嗅觉灵敏。很光明，小心，小心螳螂啊！攻击波，我不追你，哎，我不追你，你没办法吧？将战锤砸下，我不追你，我就勾引你的螳螂，把它勾过来。假装走了。一号，我将召唤还是被你slain。嘿嘿，移形换影，拜拜。变形，给我亮了个牌子，什么意思？
我现在往这里走。别想抓我！时刻准备着。他不敢飞过来吃这个炮声。西兰，完毕。他队友在吧？那你赔了，兄弟。我不管你队友在不在，这波杀你只需要一秒，杀完就跑，没事了应该。绝对不要回头。塔狼在下，再弹一波。看到了啊。溜，放眼未来。这卡特心态崩了，打的开始操作有点变形了，不像一开始那么稳了，他稳不住了。他螳螂帮也帮不到，抓不到，就很无奈。我又压他，他只有20刀，20几刀，难受。但是好在他的队友很猛，这螳螂三个头。铺平道路，我闪现马上好了。大炮，组装，七索蓝吧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去哪儿了？苍穹之月，我得上去帮一帮，这个上路太肥。七七。还行，你完全充能。这螳螂匪，这螳螂伤害特别高，现在对吧？冲塔就这样了，卧槽，就这样了，那你没了，哎呀，没有 K 到，都已经塔下这样打他了。龙看一下，正在充电。西兰，西兰，他们可能要打龙，我不敢去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看不见我，红塔，聪明啊！不能过去，不能过去，过去要被抓的。野区也不敢去，螳螂可能在野区。这个螳螂，野区逮到我，我是有点害怕的，伤害特别高。时刻准备着，入众生。赶快走，感觉不对。一步错，步步颠覆。月塔强杀了，刚打完墙。OK， 我现在明确螳螂的位置了，他应该上去了，来中的可能性比较小。上去。为了 Pierre the Wolf， 来中了，血量不多，这波吃个塔皮支援一下。不是吧？哎呦，哎呦，被这样耍，戏耍死了！我还被看到了，这咋搞？哎呀，他插眼，速战速决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我缓过来了，你们看到？没有意思啊！算了，他真转起大来，我还真不一定打得过，打不断他。
所畏惧。那你可得倒死，我可是有雷霆一击的。螳螂在，有点肥，4300块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视野得做好。帮一波去。剃刀打下来，大炮已组装，完毕，地形完毕，时刻准备。是来小心没视野。你要去哪里？还给我呀，没蓝呢。绝对不要回头。还可以，我们现在打回来了。放眼未来，马上超神。七杀必死，这手塔还没拆掉，关键是完了，掉个塔，亏大了，送了1000块，给谁了？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
这塔我拆了一下，我感觉不对劲，我怎么一看还这么多血？刚才不是还有一丝血吗？不过不亏，他这个人头还挺值钱。你这么高哎，我还不如不 A 这个塔，我就跑出来了。我 A 了一下塔，耽误了点时间。不是，我记得这个塔还有一下的呀，对吧？龙没了。想跑你就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哎呀，这就虚弱一点吧。时刻准备着。没闪现还是低的。感谢奇妙少年的飞机，谢谢奇妙少年。都不在啊，都没人来，刚打完桥，铺平道路。大龙逼上，我们的未来光明。买个复活甲，加一点容错率。蓝 buff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哎呦，刚好用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刚好我的 Q 用了，好气啊！太废了，这个螳螂伤害是高，轻身开了也没用。哎，刚才苍穹之月没用，第一波遇到他就死了。这个金身没用。
没用掉，抽了吧，抽了吧，抽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被秒了，开不出来了，我必须得把螳螂杀了，不然我开金身就是送了。时刻准备。非常好。Destroyed. 到了。大炮已组装，绝对不要回头。打，他们打小龙。第三条给他们。亏小龙换大龙，放眼未来，速度正上，一炮直接轰三分之二，吓死了。差一点，运气好。快跑！快溜，快溜，快溜！别闹。他们就一波了呀，就想杀我。
得起。这手隐身有点恶心。这是计划的一半。放眼未来，轨道一开，我来了。我把他拦截了。这你总跑不了了吧？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个女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咦，我血条呢？摸到了。凶残的杰斯呀！